深圳的创新、包容和速度使之成为世界梦工厂。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和自然景观的启发，我们认为山脉和石林能体现深圳人蓬勃向上、坚毅不屈的精神面貌和深圳创新多元的城市性格，并试图通过这一极具地标特色的公共建筑，为人们创造更丰富、更亲人的公共文化艺术交流环境。作为香蜜湖片区城市更新的核心工建之一，我们希望国际演艺中心能成为传统文化、创新技术和城市性格的共同载体，述说过去，书写将来。